大家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地下管道锈了一个窟窿，跑水了。我们看跑得还挺厉害，所以这个我们怎么修呢？用什么方法呢？我想用爆箍，直接用耗粉接给它爆上。那么150的爆箍呢，不是所有的爆箍都可以爆的，有的是爆塑料管的，有的是爆铁管的。如果我们买错了以后，我们是爆不上的，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 H150×200 长的150就是管的外径，然后我们看前面有 H 这个字母的，它可以爆铁管，但是有一个字母前面是 P， 所以 P150 的这个快接呢，它爆不了铁管，所以它是爆塑料管的。如果我们用 P150 的爆铁管，我们是爆不住的，它是小的，所以用 H150 和 DN150 的都可以爆铁管，只有这个 P150 它爆不了铁管。所以我们买的时候不要买错了，安装的时候也不要安装错了。如果你买错了，买成 P150 的，你安装上以后是肯定不能用的，爆不住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安装上，大家来看一下。你先穿上螺丝以后，穿上螺丝以后再转个儿。看，这种的150的爆箍是正好爆铁管的。OK 了，好了，我们看，这个是正好爆上的，所以我们供上水就没事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当我们买爆箍的时候，我们爆铁管一定不要买 P 字开头的，要买 H 的、DN 的都行。如果我们爆 P 的管呢，就是 P 字开头的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